光改这个包、避震器、引擎整理，去把一些耗材弄掉，我大概花了我45万左右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古车加两万贤哥。很多粉丝问我说，为什么要叫加两万贤哥？那因为车行呢，有时候收车，只要你车够美哦，啊跑够少啊，其实车子没有重大事故，没有板件，我就很简单啦，你去给别人估多少，那你来找中古车加两万贤哥，我就很简单，车只要没问题，够漂亮，哦，别人估多少，我就加两万跟你购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由于这台车原本要留着自己开的啦，但是我就花很用心。哦，这台车是2007年的保时捷凯门 3.4S 的版本。那原本它是白色的，那我觉得白色好像也没有到我很喜欢颜色，因为我喜欢是黄色。那我就想说留着自己开，就把它改成帅一点。那改装的过程、贴膜的过程，我们到这边放个小影片给你们看。哦，它原本的图片看起来就没有像我改起来这么帅、这么有霸气，因为这组包是保时捷 GT4 的包。哦，那我把它想说变我自己喜好，把它改成这样，然后连避震器我也是换贝斯登哦的避震器，然后引擎的整理该换的耗材整新过。那我光改这台车咧，哦，成本啦，哦，车价我们就不要算，光改这个包、避震器、引擎整理，去把一些耗材弄掉，我大概花了我45万左右。实际这台车咧，也有车主在意愿啦，那我们也不要讲它售价价格，只是想跟各位网友分享说，去把一台车改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哦，其实这整个很有战斗气息的感觉，对，也没有说它很屁，但我觉得素素的，那只是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，对。内装我每次把它贴得很漂亮，好不好？两张椅子跟新的一样，哦，其实要改造一台车呢，真的只要用心，然后找对人。哦，然后去找的你要的材料，然后基本上一台车也可以让你改得很帅的。那各位观众呢，之后把改装明细也会把它泼在这边。那只是说一个改车的心得啦。哦，改车的心得其实没有说改车不好，但是我觉得改到你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别人会欣赏的角度哦，去欣赏这个车子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试驾一下。保时捷987也算是比较老的车了，但是它真的蛮经典的。我们今天中古车加两万贤哥就住在这边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呢，麻烦帮我订阅、分享哦，给你的所有好朋友哦，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们有想要增加收入的机会，麻烦就私讯我，我可以让你们增加收入哦。拜拜。